人快来吧，跑不跑不船长正在呼唤你，你们哎，大家看啊，在我们的桌子上有两个东西，我们来分别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玻璃珠，玻璃珠啊，玻璃球啊、嗯，这个大家认识吧？吸管就能从那伸出来啊。平时我们喝的奶茶呀、咖啡呀，上面会盖一个盖儿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瓶盖、啊，这个吸管可以从这个孔插进去。那现在呢、啊，我给大家出个问题，把瓶盖放在这个桌子上，当然瓶盖上是有一个小孔的。嗯。然后呢，把玻璃球放在里面，怎样能够把玻璃球来回的运送？来回的运送呢？谁有好的办法？注意它不能掉出来哦。也不能借助外面的这个帮助，来，哎呦，试一试，来，你试一试。哎，好的，我们的小船员这个方法非常棒啊。把这个瓶盖往上抬一点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玻璃球给带走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啊，这个难度要增大了。悬空的状态下，怎么样把它运送？有好方法吗？有吗？那你动手来试试，我们演示一下。要悬空，玻璃球不能在桌子上，可以吗？看来我们的小船员是没有办法。来，想不想看一看绿泡泡船长的办法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没有掌声我是不会展示的啊！给我来一个。好，看好了啊，绿泡泡的方法是先转一转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为绿泡泡鼓掌。耶、！来，小朋友们，帮我剪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一有力过猛啊！这个好神奇啊，是不是？对。绿泡泡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看，你说，就因为它能带动那个惯性。啊，所以怎么样了？所以它能这样转着悬空。哦，能够悬空转着，小朋友说这叫惯性。其实准确的说啊，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叫离心力。我们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。本来如果把这个瓶盖拿开，它在桌子上是不会自己飘起来的，对吧？对，因为它有一种向下的力量。那么呢，我们借助外力，就是我们的手这样一晃，哎，就可以了。来，小船员们想不想试一试啊？谁想来试一试？挨个试一试，你先来。注意啊，晃的时候要有一定的方法。哎，由慢拿起来，拿起来，非常棒，好的，很厉害啊。好，给下一个小船员。但是晃的时候呢，还是要注意，轻轻的晃、啊。哎，先找找感觉，走。哇，哎，大家都很厉害，上手很快，但是注意这个力量不要太大啊。嗯，好，这边。来，哎，飞飞这个就很好、啊，哎，掌握的力度非常合适。你看，劲儿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一直在里面了。好的，哎，哇，真棒！哎，怎么样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之所以能够让这个玻璃球在这个瓶盖上面来回的滚动，是一种什么神奇的力量？它的名字叫离心力。说的没错，所以说离心力的确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。接下来我们再带领着小船员们进行一个好玩的游戏。小船员们，让我们一起大声唱出我们的口号，脱鞋泡泡，动手动脑，细心观察，探索奥妙。
接下来更精彩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大家看，在我的手里有一个这样的弹力球，之所以叫弹力球，因为它可以弹得很高，对不对？弹得很高。来，我请小船员感受一下，它是很轻还是很重？挺重的。好，那我再请你拿一拿这个篮球，谁重？篮球更重。篮球更重，对不对呀？好，我们请小船员们都已经试过了啊。嗯，这个弹力球比篮球是要轻很多的。那么接下来绿泡泡船长有一个游戏，在悬空的状态下，我不用手提就能够借助弹力球的一种神奇的力量，把这个篮球自动的把它提上来，你们相信吗？不相信。啊，不相信啊？相信。好，大部分的小朋友呢不太相信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我们来看一看神奇的现象。我要转动这个弹力球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篮球啊，看上这篮球怎么样了？篮球怎么样了？好，小朋友当心啊。我想问一问大家，刚才绿泡泡的手往上提了吗？没有。还有吗？没有，几乎是没有动的啊，可能有微小的晃动。那么在我的手没有提的情况下，这个篮球是不是自动的跑上去了，对吗？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呢？转这个弹力球。转弹力球就会产生什么力？离心力。就把谁拉起来了？篮球。哇，太棒了。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，小朋友看，站远点啊，稍微站远点，电视机前小朋友也看好了。好，绿泡泡手的高度呢尽量的保持在这个位置不动。现在我要看篮球在这儿啊，看好，转动，先转动这个小球，它会产生一种神奇的力量，然后转动的速度越快。好，看篮球怎么样了？哇，怎么样了？ 哇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看到了吗？篮球怎么样了？飞起来了。而这个所谓的飞起来并不是绿泡泡手提的，如果手提的话我可以很轻易的把它提起来，但是刚才却是靠转动小球带来的离心力把它提了起来，是不是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来，让我们鼓鼓掌。哎呀，这个游戏真的是太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知道点博士在呼叫我们。哦，赶快接通吧。好，一起来看一看。什么都知道一点的，知道点博士关于离心，我还是知道一点的。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在玩拨浪鼓吗？哦，拨浪鼓的旋转也是用到了离心力的原理哟。比不比不，知道点博士这儿还有一个关于离心力的游戏。我这里有一杯水，我在上面系了一个绳子。如果我将它转动起来会怎么样呢？水会洒出来的。哦，会洒出来，对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试试。我这里有一个小朋友，你把它转动起来。哦，好，停。哇，水有没有洒出来呢？答案是一点都没有。哦，快看，小朋友转动身体把小球带动得飞了起来，这也是离心力的原理。哦，还有这个更刺激的，当转盘转动起来我们会被甩出去，这是离心力哦。哈哈，游戏开始之后，由于转动，椅子也跟着飞了起来，这也是离心力在作怪哦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表现得很出色，我们来鼓励一下吧。伸出你的手，棒棒棒！热烈的鼓掌，棒棒棒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真棒！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最棒！